不，这个是斑竹。斑竹，斑竹是在麻坡上面一点。啊，斑竹啊，麻坡上一点啦、啊，差不多。嗯、十八级啊，你看呐、啊。十八级啊。哎呀。十八级少啦，它这个是。啊哈哈。来听一下声音啊。啊。啊，这个走出来都很累，很长，很大肩。这庙太大间了，我们现在又来到庙了。我们来到这个斑竹哈，对吗？嗯、斑竹这里的很大间的一间庙哈。OK， 等一下哈。来，我们从门口开，大概看一下哈。这是你的啊、三门。啊，这个啊。啊。牌楼。哈、啊，牌楼啦，牌楼啦，你这边的你看呢，楼楼阁啦，牌楼啦，牌楼啊，对。特别的。啊，也像摆楼啦，我们那里就讲、哦。你是这边这个庙的？没有，我们这边的李氏。李氏 啊，对庙的历史很熟悉啊。啊 OK， 然后这个是属于街上嘛？啊，这个街，大街，以前这边是小街，大街是在那边。啊 OK。啊。我们来到的都是因为在麻坡这一带都是这样子，比较啊干蹦干蹦的那个感觉的。啊、对。嗯，然后这里庙的很灵的，大家看一下我们来到的这一个哈，三门，这个叫。临安殿，我们来到了临安殿、啊、OK， 我们来到了临安殿哈，来给大家看这个庙很大嘞，活动办起来应该是很大型哈。啊，对。一年办几次活动？啊，以前没有 MCO 的时候就啊啊元宵节咯。哦，元宵也有办啊。啊，有办哦。OK。还有八月十五咯。嗯。啊。就是八月十五办什么活动？我们的福德真神的生日、哦、啊，就四月初八咯，那种啊神生日的咯，这样、哦、神诞日啊，拜拜了哈，跟三月初一咯。这个有多少年的历史？这间庙？这边在这边是1970多年啊，来啊，这个主持的这个是这边的。庙的庙中的啊，主持鸡啊鸡通来的叫哦鸡通来的哈啊哦你好你好 啊, 啊, 啊我包一凡来啊 OK 来江村夫你哦这间庙的鸡通哎啊对对叫什么神哦很多神呐、啊、很多神呐 啊, 啊老贝阿公也是有跳到啊还有全部所有的神都有了啊几几十跳的三山国王应该是到现在是已经哦。50多年了，跳五十多年了哈、啊。出自最灵是哪一个神？没有，这边没有出自的。啊，没有出自，这个庙没有出自的哈。他是比较不。啊，这边是温氏的。温氏。解病。啊，解病。啊、偶尔有财神就给财喽，这样子。要看个人呐、啊。看个人喽。啊，拜几会跳铜？啊，星期五礼拜喽。星期五跟礼拜晚上。啊，初一十五没有下午。哎，三点啊，对，三点。星期五礼拜，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一，昨天就很多人了。啊、哦，可以不可以例外今天跳一那也是要有什么事嘛？我们没有什么事啊，我们就是问一下有没有财。啊，这边还一间，它里面城隍殿，啊，也是有，也是我跳的。啊、也是你跳啊？啊，那个城隍殿是做已经投资300万了。是啊，哇！等一下我们进看。可以。嗯，先暂时看这边。先看这里。啊、你好，你好，也是李氏。啊，对对。哦，也是李氏。对对对。也有跳铜吗？啊，没有。跳铜是我们的鸡铜。鸡铜是。这个是我们的鸡铜。哦，那位是鸡铜哈。OK， 财政呢？还是什么？你是什么职位？啊、财政没有，还没有来，他们有些忙着没有来这边。哦，是这里的李氏啦。啊，这边我们是李氏，这个是我们的鸡铜。啊、哦，很大的一个庙、啊。这个是我们的。啊、兵营的首领。啊啊！兵营。兵营里面的那个五营将军啊。兵营的首领。啊 ，OK。兵营里面首领啊。啊，这将军就对了。就将军嘛，这要有将军来的。嗯。啊，看他样子就像，好像会打这样子。小营什么？没错。是啦，啊，不简单哎。上网都有看到你啊。哦，是哈。你是专顾那个财神的吗？啊、哦，没有顾啦，不要这样子，我是为粉丝们谋利。我们这边的神是代天顺手，啊，来，那么是救世万民的。
对，就是有财就是财，有病就医病，出药看病啊，这种。有没有人来？好像就是被鬼上身啊，或者是出现精神状况，然后来这里解那些巫术，解降。没有解降的，大多数是好像翻道啊，还是什么的啊？可以讲说很快的。可以做这些事情，因为我告诉你很多这种事情的嘞。这边神明会出药的。会出药吗？他的药的方式是画符吗？还是什么？没有，就跟你讲这个几千那个几千那个东西咯。什么药啊？开了药，那么你吃那个东西呀？真正的草药啊！草药，对。厉害耶！这边神明。这些是这个一切都是他布置的。真的。他就是你塞过来的。庙就是他一手安排建上来的，就是什么形状。Architect 在他的旁边，他跟他讲几高几阔几怎样是怎样样的画出来。所以就在以童神的鸡童的身份。对他跳童来这样讲。Architect 在旁边。你们讲得很有趣。你们讲得很有趣。Architect 是在旁边。然后Architect 不是吓到一下？不会，Architect 跟我们画全部 free 的。他是在没有他，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因为他好像有救到他的什么人，或者让他来帮忙我们，这样就不用钱了。就因为庙有能够有做到，很像帮人家解这些就是人家被下降头啊，还是有这边有被人家干掉，也是可以跟他化掉，对，化掉嘛，化掉了，好像你中。翻到的啊，它比较容易啦。人家做的比较，它会比较困难一点，然后要找到，但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case 啊，就是他人家做到了啊，来这边问他去开刀啊，去什么的没有东西嘛，后来他就跟他讲。说挖哪里挖到有东西还是什么就这样解掉了。OK。来，我们向这里，我们来看的是庙啊。对了，我们来看庙哈，今天我们看庙。OK， 来，我们也什么东西应该在这里访问。这边的庙都是我们的朱古元帅一手包办的。他的图案，他的东西，完全他的下手来做了给我们的。Architect 的人才能再做起来。Architect 的画的图我们不可以，还有他自己亲手做上来的。很特别好，但就是由你来上童神来跟Architect讲他这边的神是包罗万有。问什么都可以的，天地人三界什么都可以的。什么都可以那么他也是跟风水也可以的。OK， 主神是哪一位？主神现在主神是在潮州的，那个是感天大地。感天大地。他的封号叫感天大地。那么现在是我们的以老人的讲法是老贝亚公啊，他的名字。老贝亚公。他的那个真的庙是在那个潮汕那个。中国。中国那个。韩江，他的前面是韩江。韩江啊。你们有过去那边吗？有，我们有去行根。行根哈。对，我们有去行根。那个地方叫大教村，大教乡。有机会啊，去走一下。在那个叫什么山的？多钱？得就过去什么山？刷头。刷头了。这个山就在汕头里面。OK。汕头的市内，那边过来的桥，一道桥就是过去就是大教乡。他就是他热水对岸，就是老贝亚公。老贝亚公，感天大地。感天大地。来，我们来看看他的庙，走进去，你看多大？哇，很大的一个庙。这是中国印经来做的。这些是二生肖的。这个也是中国印经来的。这个也是中国印经来呀。哇，这里信徒应该很多哈。应该是很多了。这里信徒应该很多，因为灵吗？这个阁楼也是做很多年了。哇，没有他们，我们这乡村这样很难的哈，也行啊。没有人家来怎样，我们对了，这个肩膀够力耶，很大肩呢，你们看。这是我们的，够力耶。有一个前辈的那个林妈用啊，他已经过世了，他帮我们这个店哦，就是由他来给我们。神明指点的高度啊，全部哈。最后面的这些。一砖一瓦的，全部是神明他。这全部是瓦片的。全部是 OK，Architect 只是照着神明的意思去画。对
啊，所以它是神明启通，然后跟阿基带讲。不会毁破而已。嗯。它不会毁掉的，这什么是瓦片来的？哇，很壮观哦。看哦，个人的看法。这边啊，这个是阁楼。嗯。这样，改天那再有钱那要起一个。还要起什么？凤楼这个。啊，还要再起凤楼哈、啊啊啊，这个是应该很有钱啊，这个、你们这个龙阁，看起来很有钱了啊，就这样子看起来，这是龙阁，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龙阁，现在找了一个凤楼，还要建那个凤楼，啊，对他们还要建个凤楼，已经有龙阁，那边那个呢就是龙阁 ，OK。所以他们要一个凤楼啊 ，OK， 看起来很有钱了，还要这样拿住，用声音这样子应该可以 ，OK。好的，来我们走进去。临安殿，主神是感天大地，老贝阿公。老贝阿公，啊、我们称他老贝阿公，但是他是感天大地是他的已经封了的啊，有个是玉皇大帝封了。就 reconnect， OK， 来，里面很特别，带你们里面走一下。哦，里面真的很特别。我们来临安殿了 ，OK。来，我们进去里面哈。其实我们全部没有椅。这边是婆罗木雕。哈，啊 ，OK。木椅里面。哎，我们要脱鞋哈。脱鞋。我要脱鞋。变形啊？这边呢有什么代表特别的意思？这个叫做八卦了，天地八卦了。啊，先天八卦。先天八卦了。这里是有进。这个是天井哦。天井啊，代天巡。代天巡守。守。这里是有水，有水怎么从四面流去的？啊、哦，特别哈。我以为在老庙子还要转钱才出的。啊、哦，让我们看一下哈，这是主神吗？啊，这全部是马六甲雕的。啊、哦、，OK， 所以启通是在这里。对。你的启通的位置哈。所以是拜五，每个拜五跟拜五跟礼拜中午的时间，还有初一十五三点的时间。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哈，你也可以来问事的、哦、嗯，而且这里有很多可以就是帮人救人的，是带着这样子的心态来做。是啊，建宏这些喵，一定很多人知道。那、是你也很红，你很红。要引只有一位鸡头呢、啊。啊，因为他是主要的。对，好像生字的就有的比较另外的啦。啊、哦、，OK， 来拍一下这里的。这什么是木雕？木雕灵气强。嗯，这个是婆罗木。婆罗木，马六甲婆罗木。对呀、啊，这个应该你会的啦。嗯。淹水淹几次了都是这样的。哎，这个庙有淹水过？有。淹到哪一个程度？淹到多少？到这个高度啊？哇，木本身没有什么事啊，东西不会坏啊。哦，这里有淹水过哈、啊，神仙没有中啊，就是淹到这个高度了、啊。啊，没有中到神仙哈。OK， 来我们再看一下。这是观音坛的七星八卦池。这个能够怎样转运吗？喜气没运，怎样洗？哦，分一下。哦，拿它的水。他们拿去洗车。哦，很特别哈，洗车会中马票。啊，有些中啊，要看他，他没有过，他是差的中哦。哦 ，OK， 七星八卦池，怎样拿它的水来洗啊？有那边有缸。这样子，来教我一下，我要洗耶。啊，可以啊，大明要发财啊。喂。你也要洗，你一起洗。安卓宽，干吗？安卓宽，来啊，来，我要洗霉运呐，洗一点运哈，今天到处去转运就对了。来，嗯，好，这样子捞哈，捞了了哈。然后他们放在那个瓶子啊。啊。啊。我要洗身体嘞。可以啊，这样带一点咯。OK， 现在我拿到了这桶水。啊，干爹，不要洗啊！你要我整桶？不是，不是这样。你看，帮助啊。啊，帮助。哎呀，这样啊。啊，没有啦。
有些拿去冲凉也是有。真的啊。啊，还是还有一点点啦，分啦。那我们拿去车了，我们大多数拿那个。你还要我针孔？没有没有。没有。啊。拿进来。啊哈哈。来，助理到你。啊，助理，那你，你另外捞过这个，我洗过了，你另外捞一桶。我要这样子啊。啊，当然了，每个人不同意吗？来给他。另外一个桶。啊。啊。来给助理啊，他跟着我要运气好的，我驾车全部靠他，他有个冬瓜豆腐我也是馋。不会的。回家呗。我回家啊，那我在车上要睡觉。要休息吗？要。养生的我们做姐妹啊，来哼哼一下，洗一下洗一下脸额头啊，对，亮亮一下，哼哼一下洗一下额头啊，特别哈，有没有感觉到转个运好像不错啊，感觉哈啊 OK 哎，十八首观音准提菩萨，今天的第二个准提菩萨，我们看到这准提菩萨拜很久了啊，十八首观音准提，诸神娘娘也有啊，在哪？有哦，对，诸神娘娘，诸神娘娘也有，也有那个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开启智慧的啊，文殊，文殊菩萨，文殊师弟进去里面，第二天拍不到的，可以进啊，可以。小心，记得问这个。我知道。来，我们看一下哈。你们放进来的。所以我们来这里看到的是十八首观音准提菩萨、诸神娘娘、文殊菩萨哈。所以它十八首观音，有十八首观音是有求必应哎。准提，嗯，准提菩萨是有求必应的，还有诸神娘娘也是。观音菩萨。嗯。文道真主菩萨。普贤菩萨、马祖、马祖哦，这个维普的皇帝，啊对，这个皇帝那个维陀，这个维陀，维陀啊，听说观音升天了吗？是，所以这里也有蛮多的大神哈，佛光普照，这里是佛，所以佛和道哈，它始终离不开的，啊有佛有道。中国进的很美哈，是石头来的，石头来，这很美哦，这个很美，专门在中国雕进来的。啊、哦，没有管制的时候，他们是他们在这边送经。啊，有和尚来送经的哈。因为没有什么，我们这边的。哦，斋友。啊，在本地人，本村人。哦 ，OK、啊。来这边送经。为什么有龙幡跟虎幡哈？龙幡虎幡就是说。啊、有龙虎将军吗？啊，里面是什么来的？左青龙，右白虎。这个是没有拍呀，有了。啊 ，OK。这个是不可以进去，不可以进去哈。啊、嗯，是。它是好像生日的时候才开，才开的。啊 ，OK。旁边还有什么庙吗？那你的旁边的这个，这个我要看一下。哇，这个龙阁哈。嗯。来，我们过来龙阁这里看，它现在还插一个凤阁哈。还没有凤阁呀。也是要建，不够钱建，在等三星。哇，好中国的感觉，这个是龙阁、啊。这个全部中国印进来的。江上哈、啊，这边上。你们有游神是吗？游船。有游船的有。游船也有，因为有马祖的关系啊。游船，神是讲还要游船啊。啊、哦，这我们上。知道感天三系是水神哈、啊，玄天上帝也是。嗯，哎，这没得了哈，不熟悉了，不熟悉吧？锁住了。锁住了。还可以了。是吧？那五十座，但你一下子就能拿出去了。这里面有什么东西看？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东西，这样我们就不要上龙阁。这个是我们的，好像贼帮啊，赤灾啊那些。啊。改编的那个就叫好像有土鼠罗刹啊。啊，罗刹不要紧，嗯。很大件，大，大，还有些什么特色的东西？如云将军。啊对。这是。大背公啊。大背公。这是大背公。大背公。
大佛宫有上铜吗？啊，有。有哈。另外一个几铜它是有上啊。也是有上啊。对。啊，嗯、好像八月十五啊，我们这样拜了，他就有上。哦 ，OK， 他现在有。还有一个上府爷的、哦。他现在有心情上铜。啊。以前呢、啊。特别啊。比较多人是拜六礼拜来这个亭以前都有了，如果是这边的亭以前全部有那个石迹，全部是老鸭出的。嗯，石迹，现在做到美美了。弄那个龙了就没有这个石迹了。啊，它的这个以前呢是这个什么红星亭，以前呢还没有什么红星，它的石迹这边的有四条啊。啊。红哎红莲心中吐甘露。哦、啊他出了啊，所以主要就给大家这里喝喝茶。没有，这个是好像给他们神仙那些来神仙喝茶，不是我们人啊，不是我们，不是我们啊，我们打给他们，不是你们享受吗？真的啊，啊他的实际是聚仙亭，不是给人的哈，给神仙在这里聚一聚的哈，所以他叫聚仙亭。对，他们来祝福的。啊，他的实际以前这边就是。红莲心中吐甘露，啊，翠的山中白鸟鸣。哦，那个没有了嘞，他的诗句没有了，我是记住。你记住了，你记住有什么用？你要写一下，没有写上来，提笔写一下。那条是啊，松柏长春万年春啊，还有一个是有没有水的？醉翁饮酒在亭中。哇啊，哇，有没有水啊？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人在做的，他每一层比一层高，哦、所以我们这边就上来就是步步高升。1977年啊，就阿根。哦，1977啊。我啊，你要猜吗？猜里面很多。有猜没？江南。他已经就有了，他对江南。另外，他等下带你进去、啊。来来来，带带，不是我要，粉丝要。我没有什么偏财的，我不行，我不是你要的、啊，不是我要的、啊，他的这样多财的还要，我正财的，哎呀，啊、我这劳碌命的，我没有什么偏的，有吗？他们要1000人在线上，他们要，不是我要，嗯，1000人呢、哦。他们要请人来看啦，就你来讲，请人来看的。这样我不要认识太多了。没有啦，没有什么重要事，就求财罢了啦。求财的嘛啦。人家不肯，你要我怎样？不是我们，我们。这老庙来的，就是我们老师那边的住的啦。是啦。那边呢？那边是什么？喝茶的地方哈、啊，这个是人喝茶的地方，啊、我们凡人在这边聚会喝茶的地方哈、啊。OK， 不要弄错啊。那一个亭呢是聚仙亭，是神仙喝茶的地方，所以来到这里不要去错地方，不要去错地方哈、啊，喝茶。哎，有字啊。那个师傅啊，9166可以吗？是你出的吗？啊，对，神出。这不是你出，神出哪一个神出的？啊，那个啊，朱府元帅啊。啊。朱府元帅。朱府元帅哪一位？我没要。朱府元帅是哪什么神？朱府元帅是福建神嘛、啊？啊，福建神，我是福建人，我这样子。啊，福建人，这南安啊。啊、哦，里面有金身赞助的、哦，在南南霸都啊。啊，南南霸都。所以他出的啦。啊。所以赞赞。1600多。是哈。百米啊。朱府元帅，嗯，福建神，他出的4个字。那现在叫他赞同呢，就买单。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他出的4个字，给你们看一下哈。9166。OK， 他出的，几时出的？一个月前一个月前开的嘛，还没有开呢、哦、还没有开呀、啊、一个月前还没有开，这样差不多了，今天我来就是要开了、啊、今天我来就要开呀。91669918什么事？9918已经开了，9918已经开了哈、啊、这个是三三过完出的，这是三三过完出的字、啊、9166是中朱府元帅，朱府元帅出的字 ，OK， 我们福建神出的字哈。那个九幺
这个还没有开，这个已经开了。OK， 好，起码有了给大家哈。啊，每个人看的不一样的哈，虽然神仙出的字哈，每个人看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看你自己的灵感 ，OK， 看自己的灵感 ，OK，OK，、okay? okay? 嗯 ，OK。哎，阿春娘呀，谁呀？这边。啊，现在他们在拜那个城隍庙，这边天气也上不了。你又要骗我？他刚才跟我讲，我们进来了哈，五分钟就到，结果这样要差不多200了，五分钟。我们追到要死，追我们的车追他那辆 BN 追到要死。我的 BN 开头讲了说不定啊。你的 BN 很麻烦，三个字。327。来，看赢不了啊。327啦。我的是8。看我们追下车追到要命。他跟我说五分钟会到，结果跑很快。OK。然后我们现在是要去哪里？城隍庙。城隍庙靠近啊。三分钟啊，三分钟啊，哈，真的三分钟，可以用上去。OK， 真的好。OK， 好，我们走去城隍庙，在那个铜石山那边。OK。好的，那我们现在去拿电话号码，城隍庙。然后呢，我们等一下再做直播给大家看。那里好像在办事，而且今天就是在麻坡，在麻坡哈这个地方好神庙。麻坡，我告诉你。我们神庙文化在麻坡是很强 ，OK， 我是麻坡人，支持麻坡，再见喽，等一下我们再上线，拜拜。